哎，现在注意收看一下，是太阳园。投的不错，是投的还是非常的漂亮，姿势也很好看啊。这也是跟那个另一角度，也过来跟这个大都会的球员来一起来握手。其实这个球呢也非常有意义，大都会这位捕手呢也把这个球交给王源作为一个纪念，因为他是第一位来 MLB 美职棒大联盟来开球的中国内地的艺人。对，那么王源今天也是身穿了大都会的一个球衣啊，戴了这个黑色大都会的帽子，这个帽子我也很喜欢，所以大家喜欢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看能不能买到王源同款。王源同款，对，我感觉这黑帽子好像更有型一点。我们真的是有各个角度的这个剪辑，绝对不能够放过这么精彩的一刻。我们看到他投球的这个姿势和动作还是比较标准的。对，毕竟他当时在我们说少年时代整个在拍摄之前经受过训练，整个拍摄之中呢也是包括有一些这种当地的俱乐部啊，包括像MLB 美职棒大联盟的发展中心，他也是确实是跟这些等于一流的棒球选手有很多这样的接触。哎，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已经是给到了王源，这应该是比赛开始之前王源一个开球的画面，非常的帅气啊，传说中的小鲜肉。哇，这来的非常快啊，好帅，是真的是年轻偶像的代表啊。看，哎，来看一下，稍微有点点卡，是，哎，来了，来好好的看一下啊，今天的这身装扮也是。